我们来用这个 Decado 来玩，可以不用用纸吗？可以啊。其实我觉得，我认真觉得空我真的，我认真觉得空我不用那个，不用那个用纸，真的讲认真的。拖个技能好了。是不是小伙子啊？嗯，还是可以。你看我直接双变身好了，不想跟他啰嗦了。双变身直接倍率最高，好不好？反正那个空我的变身前技能，对自己来讲其实还好，没有什么帮忙。哦，开特效是不是？你说开就开哦！啊，你有按赞吗？啊，没有。好，我开，对不起，可以帮我按赞吗？我开了，可以吗？怎么没星珠啊？我要叠双子的倍率。只有假面跟杯的强度。用眼睛自己看不就知道强度了吗？这可需要比吗？在拍三小，我全开了，受不了了，变身了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开？哦，我怎么了？这会不会又有版权啊？我这边要干嘛？哦，初始拼图跟无字减伤，用火珠来拼好了。他还在讲哎、欸，他还在那个念他的台词，太炫了吧！都转完了还在念。好，让你们看看毁灭性的伤害，双长柱。这个也变身好了，反正就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关卡先变身先赢啊，好吧？把这也开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变身了，他这不是可以打伤害吗？算了，我们那个洗技能，哇，他变成紫色的，好帅啊！他是每个不同珠子起手就会变色吗？还是其实没有？哦，好像只有开技能那个当下。会变色。我们双子还没叠到最满，不过应该也能打死他。我看我这个暗珠是够多，黑扁九一好痛。只要会搭，还是伤害还是能出来的。二十六亿，九亿叫好痛啊！二十六亿嘞，嗯。二十，开这个一，我想看15，这到底可不可以？应该是可以，可是要试试牌才行。先把15给装好。然后再转个5就好了。哦吼，9亿，差不多平衡都落在10亿左右，相对来讲。可是没有暗珠的话，我们拉个暗珠出来好了。武康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一定要消一组暗珠啦，不然他的那个倍率太不够了。至少得一定都得敲一组按，有一组按就是26亿的伤害，其实还行。这个盾牌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？那个修卡战斗员那关有，这么可以这样，好不好？用角色珠去解它，是不是一个解法？对不对？这个修卡战斗员处理过了。那这边自然不是个问题。
这次打造轮回多了一个角色猪，真的是多了很多G8盾的解法，比之前还简单。什么好卑鄙靠背，这个之前不是知道吗？之前不就知道解了吗？卑鄙在哪？这样买叠猪。哎，有人抖内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转好猪可以吗？感谢天使的30块抖内，我要退订买买，怎么又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啊，天使。哎，我认真觉得，如果说你现在场面上面有两组暗珠的话，你要留一组暗珠给下一关用。我操，很难烧，不然他等一下那个暗珠卡珠，这对伤害真的差很多。想认真，所以这对我觉得玩的好与坏的差别就在于控暗珠的实力。他要连续转两次西康的意思吗？是也可以吧。回忆是把阿神跟阿红搞混，其实，你就这样记就好了，两个一样帅，那其实没什么问题。只是刚好啊，两回合，红刚好这回合打过，对对对，如果我这回合打死他的话，那这样子下回合再一回合打死，那就可以直接开一诺了，所以这个回合数。以这关来讲，如果他是变 CD2 的话，那就是进下关就刚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样丑靠背？你是不是要被挤了？哇，你这个发言有点危险呢，我保不了你了，对不起。哦，你敢呛我们神哥丑，你完了。喂，哎，对啊，这 CD 好像不对，我得再洗一下。洗到应该说这一关啦，对，这一关洗到以诺变 CD2 才对，所以这边我们洗个技能。完了，神哥，我帮你找到那个有人这个酸民在嘴了啊，什么一样丑，开急了啦，神哥，这个开急了吧？是挺大，再洗一回合。好，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有减伤卡，然后这个可以带我看。哎，我问你们哦，靠腰这怎么有问号珠啊？那我这样怎么转？哇 ，GG 啊！哎，这怎么转？该不会真的要靠手转吧？我这个影诺没办法开了，再下一关是吧？这边只能靠手转了吗？还是应该带一个妲己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干，我是数数有问题，拍谁了？还是 U 转一下会好一点？我猜是 U 转一下好了，不然我真要挂了。哈哈，骗你的啦，小朋友才U准。小朋友才U准 ，OK 各位。哎，有没有直接回血的技能啊？不然我要挂。下一关有没有？所有符石兼具200%的其他符石效果。这个有直接回血的，能用吗？还是谁有？这个有吗？好像没有直接回血，好烦哦！什么挂？哎，那个龙科，等一下，想一下。我们可以消新珠，应该没差吧？应该不会死吧？还是尽量不要消。开这个好了，想让大家都有消，这样就不会有新珠了。我知道角色珠往下不算一步啊，可是你。也得回血啊，这才重点吧，不然你怎么那个，你怎么活下来？这里两消息吗？好像没有，对啊，你还是得，哎，那我开以诺，不重点应该是那个吧，我没有办法打到他，这个比较麻烦，还是我可以几刀技能，
我可不可以挤掉啊？一个、两个，这算一个技能吗？这不算一个技能吧？掉引爆自身直航，这个不算一个技能啊。所以我现在顶多只有三个而已啊。我想到了啦，我们开这个，所有符石间距200发强符石，这个是不是兼具新符石效果啊？各位 ，DK， 好，阿奴算一个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开喽。干真的，阿奴救了我，然后这个在 DK， 然后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啊，真的可以，好爽啊！再挤掉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吧。啊，好爽！不是，那他妈我带这个干嘛？我带影魔干嘛？迷之队员，影诺好像来混分的。那我不如带一个九风王，还有加血，是不是这样讲？所以事实证明，我也不知道影诺来干嘛，撑血量。对对对，我们要乐观的想，他至少有点用，至少在撑血量，好不好？至少能有这个用，那也算是有用了。没事，哎，我们狗头都跳了，我们都可以开了，好爽！一直狗头一直爽哎，对对，贝达姐也不错啊，反正这个结论就是。欸，那我觉得我认真讲，既然那个问号出那么多的话，那以诺真的可以带那个欸，可以换成阅读欸，是的，会不会让你的转珠舒服一点？应该会吧。这一堆好油，油在哪？是认真觉得很油吗？我怎么觉得还好？这真的油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OK， 漂亮。油在右下，有啊，对不对？认真讲，应该不算有吧。啊，我知道死了，不会，应该不会。OK， 下一关有仙宫就死了，好像没仙宫，有仙宫吗？没仙宫。多少回血？救啊！我怎么回呢？开这个好了，受不了了。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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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， 这不回，我要挂了。不能消水是不是？这队一样很平民，不敢说平民，但也没有到流的程度吧，就是正常的配置。真的有吗？你是要好好理解一下这游戏游的定义了。如果今天的队员都带什么五张一趴大奖，那个才游吧。这个还好吧。十四关五鼠极盾问号，我记得有无数，还没有无数，直接锤爆，应该能直接带过去吧？全鬼灭可以过啊，上次不就过了？上次我出影片，全鬼灭或不鬼灭都可以过。我是不是应该开这个？我觉得我应该开这个。追打无损，然后再加那个 DK 的兼具扶持效果，这样比较好。反面女人应该能过吧。冰凌护拔卡，冰凌护拔卡，我猜应该极限可以3张或4张就可以过了吧？
没有木薯，那是没有办法。哎，我可以按住多留一点。我这边星座比较手消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天使拜拜，天使怎么了？天使要睡了是不是？我有骷髅头，完了。这其实也不会玩，因为我们只要一盒带有它就好了。只是这卡星柱真的很痛苦，真的很过分。为什么要卡我星柱？为什么要卡我星柱？不只是想回血而已。下一关是不是他妈有仙宫啊？有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其实不没差，因为他就算仙宫好了，只要不是出兽的那只我都能挡，都有减伤。但出兽的那只真的就 GG 了，好险是你，所以我们等于是赌中了三分之二的几率不会死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对人类有特别减伤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好像非人有减伤。突然想起来，所以其实这边都不会死吧？只要你血量有个一万多，应该都还好。哎，对，带凯拉真的好像比较好。嗯，你的这个提议真的不错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卡星珠什么的。我要一会儿解决掉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绿个版面，得留星珠跟那个五个属性，差一个木的。靠飞这三小，那就只能消那个吧，光暗。然后再敲水火木，水火木叠暗珠，应该可以吧？空我一技也能啦，可是你不要乱开技能啊！这边那个小怪又不凶，啊，你这边乱开技能啊，等一下怎么办？等一下有更需要开技能的关卡。打中轮回尽量的逻辑就是能不尽量不开技能就不要开，我吵完了，先冷静一下。好，转的很烂，刚才那个是有机会八康，但是我不知道在转什么。以诺的妹妹好像也可以，我记得以诺妹妹是不是一直转暗珠出来？反正。重点就是以诺那个位置可以换任何一张，让这对更舒服的卡片，真的不一定要带以诺。这边重点就是不要卡星珠就好，卡星珠就完了。卡星珠怎么办？哦，卡星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开 Decato 的一技能，还有那个 EP 十的那一张可以回血，不然开狗头炸赌星珠或者是双子。可是双者的势力又被重置，所以最好的解答应该是卡心珠是开 Decato 的技能，间距的那个补血就好了。没有以诺真的随便带，可是为什么没以诺？以诺不是主线都会送的吗？你们没狗头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没以诺是什么意思？以诺卖不掉啊，他不像是那个谁。那什么马修，不像马修可以被大家那个遗弃，他不行啊！你想丢掉以诺，他也不给你丢哎、欸。所以没以诺的人是没有在玩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没有以诺？没打哦、啊，那就你比较懒。以诺要打啦，至少有偶尔会有出场机会，好吧？这可以整满消。暗岩溪没有比较好的，暗岩溪又不是常驻的，还是你是指那个静心那个暗岩溪，静心，对啊，狗头随便换吧，我猜应该也能过，因为我带狗头，它的平砍变多少十几亿嘛。
啊，其实你不带狗头，这对伤害也能够十亿左右，打这关够了啦。所以我觉得单是带一张双喜，那个增伤辅助应该就没问题。这支队核心队员就是双子，就这样。有带双子，基本上队员只要能够解那个无鼠同级盾就差不多了。狗头要挤状态，其实认真讲，应该是我的失误，不然以诺是可以直接靠以诺来解那个次次腐蚀那一关的。所以这个队伍的正解是用以诺解次次腐蚀，所以刚才是单纯是我，不然你反过来想嘛，啊，那你不带狗头，你就带可以变身的暗队成员嘛，像是奇牙嘛，奇牙，或者是 Decado 的复制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。EP 十二可以消两种。两个一起开就可以，一定可以追打无数了，太鬼了吧？这是什么技能？对，他妈还要消这个？等一下哦，这版面是好转的，至少能转到。好，然后我们重点是要消无数的一个版面。推上应该能过。然后你可以用角色珠去盖掉那个东西。好，我们用角色珠来盖掉吧。如果还是充电，就盖掉它，狠狠的盖掉它。应该能过吧？应该能过吧？干干干干干干干，灌过去，谢谢。双子，跟鬼一样。然后这边我们洗一回合，再带走它。不然双子没爆发，但其实我觉得不用靠双子，算了，还是直接手转好了，还是洗右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最保险。然后这个 ，Final Attack Nido， 再开龙科，结束了，各位。哎，这个口都可以开 ，CD 又跳了。好，有件事，一排七起来了。我认真讲，这个支队打这个轮回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有压力，就还好。就我龙哥从到尾只有王冠这边开到，哎，前面都没开。还行啦，毕竟做球。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做球啊，因为 Decado 他是人类队员，那个减伤比较高。啊，这个轮回你仔细研究就发现，80%都是人类队员那个敌人，操作球。好，结束了，拜拜。为何要请百姓吃饭？因为我觉得百姓看起来很饿。这个理由你满意吗？饿了就吃，有需要这么多理由吗？请朋友吃饭需要这么多理由吗？就这样。就刚好你有空，我有空啊，那吃饭呢？就走啊，就这样。